吴刚人，复都青年，是一次极具魅力的演出。第60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吴刚人，复都青年。吴刚人是我们厅长哥哥阿邦，是一次极具魅力的演出。我真的很爱表演，谢谢你们。我拿金马奖，陈德耀，谢谢你。希望你之后来台湾拍戏，可以顺顺利利。我爱你。